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翔 Lucky， 我们今天要继续玩一点的 Lone Dark 漫漫长夜，这是一款生存类型的游戏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第98天最后三天的生存日子了。在昨天我们差点死在外面，摸着黑还是把我们的疲惫的身躯拖了回来。那今天呢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新的挑战，我想要来挑战饥饿三十，对，也就是30个小时不吃东西。现在还有13个小时，也就是过完今天过完阳光时间，我要看一下晚上是多久。晚上是12个小时吗？好像是12个小时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算一算。总而言之，现在有13个小时，我要30个小时不吃东西。然后你应该已经坏掉了吧，看一下还有 1%， 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坏？你盯也盯太久了吧，我都睡了一觉起来你还是没有坏，还是它就会停在 1% 啊。这个狗食呢，看一下哦，27，这个呢，你们也在外面放了很久很久欸，居然还没有坏掉。然后刚刚是有谁在敲我的门？我们出去看一下，好像有人在外面。圣塔老公公，可是已经过了很久欸，没有，不是圣塔。然后最近的 Long Dark 的作者一直发一些新的 Twitter， 一些好像 Story Mode 就要出来的 Twitter。总而言之，好像就快了吧，我们他发了一个，我忘记他发了什么，是总而言之他就是发了一篇很短的 Twitter， 就是好像是说就要来了的样子，也就是说应该再过不久我们就有 Story Mode 的 Long Dark 可以看了，那还蛮期待的。他样子感觉有点像是 Telltale Game 的感觉，有点像是 The Walking Dead 然后再混上 The Long Dark 之类合起来的感觉。那今天除了饥饿三十之后，我们还要做什么呢？让我想一下哦，我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啊？先把一些食物吃一吃好了。身上有一块肉，然后我看一下哦。啊，我们要去找熊，对不对？我想起来了。天哪，我真是健忘。那我身上的水好像也不是很够，所以我们今天先出去外面，找一些怎么讲？找一些木头啊，然后先生一些水。之后我们去隔壁那座岛屿啊。我们今天去隔壁那座岛屿，应该是有一些 timber， 一些木头可以给我拿。那今天天气不是很好欸，对吧？而且我身上的食物怎么样啊？对，我不能吃东西齁，我想起来了，饥饿三十。可是我的饥饿度不是满的欸，不行，我要吃到满了之后才能算是饥饿三十啊。还是这样子不能够算是饥饿三十，对不对？我之前睡觉起来，对齁，不行，我要吃到满之后才能算饥饿三十啊。好，那先扣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怕饥饿三十之后晚我会死掉，你们说会不会？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先吃一些食物好了，好不好？先吃一些食物，对，我没有这个架子，我不能从一半开始来啊！慢，喝加，我们先吃到满，然后再看看30个小时之后我会不会饿死。好了，应该是不会吧？正常来说，人可以饿很久很久、欸，现实中可以做得到的事，游戏中没有道理做不到啊！你说是不是？现在是2001卡路里，一直有爸爸在说阿神，你可不可以把所有的食物吃掉？答案是不行的。你看，像现在是2430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看我的看的 Long Dark 看到了98集之后还不知道这个设定，最满到2500而已哦。对啊，2499，对，最满就只到2500。那现在还有13个，哇，好冷好冷，现在还有13个小时，我们要现在快点到对面去，冷飕飕欸，这路上都是狼。我身上也没有火把啊，我应该带一些火把再出门的，对不对？傻傻的，没关系没关系。我们先去对面那座岛屿，然后有一位 Bob 说，在家里，我身上有肉，在家里的话，如果点火会不会被，就是房子会不会被烧掉？答案是不会的。对，你没有看过我在家里吧？就是为什么他会跑走？是因为有一只狼在追我吗？好，如果把火把丢在家里的话，会不会着火？照理来说应该是不会。哈恰，呜，丢太近了。哈恰，快走快走。好啦，前面就是了。我好久没到这座岛屿了。这座岛屿是边缘人岛屿，对，边缘人岛屿。那我们就往这里走。这里还有那个之前留下来的痕迹，然后。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应该是要有一头熊才对，应该是在前面那个角落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想先去煮个水。饥饿三十没有说不能够喝水，我们还是可以喝水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先往上爬。
然后到房子里面找一些 timber 一些木头，然后我们来烧一些水之后再说。好冷好冷哦，发电筒照理来说应该很烫才对啊，可是好像不能够取暖哦，对不对？有人说上一集啊都是按迷摸的，没有办法啊，而且我没有在混，就真的差点要死掉了，我生存的超认真的耶，怎么可以说时间短就是在混呢？我超认真在生存耶，就是要死掉了所以才要认真生存啊。又是狼，不要这样子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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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把他赶走了。我们在附近先看一看好了，还是趁我们现在有发电筒的时候，我们快点去找熊啊，快点去试试看，看看到底有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子。哟，熊在那里，熊在那里。好，我们先放一块肉在地上，然后倒退撸，然后放在这里。等一下，这个要是洗掉的话怎么办啊？以防万一，他会吃肉吗？这里是观察员阿神，虽然裸体举着枪观察一头熊的行为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，但是我想看看他会不会吃肉。哦，会耶！好，已证实熊熊会吃肉啊。那如果看到我之后还会吃肉吗？不会，看到我之后他就不会想吃肉了。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哎 ，buddy， 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好吗？到房子里面去了，剩下90滴血。要是等一下饥饿度变成0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办法回血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达成了一个成就。熊熊他会吃肉肉，好，太好了。其实我蛮想知道那些动物过去会不会跌下去，不过照游戏设定来说应该是不会。对，照游戏设定来说应该是不会。秋风在100集的时候跑到了地图外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我知道。但是就是会看到一些破图的地方啦，还蛮有趣的。真的还蛮有趣的，是在灰狼山的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想到地图外，就想到以前我玩马奇的时候，也常常跑到地图外，有很多很早期的影片都是在地图外的地方拍的，好怀念哦！说到马奇，就会偶尔就是会想到这款游戏，然后就会想要回去玩，但是回去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又怎么讲，那种感觉又淡了，对吧？现在-3°。有点冷，有点冷，看看有没有什么 timbers 哦。先点个煤油灯，不是煤油灯，风暴油灯，暴风油灯。玩了那么久还是不会念，留下来的开关器不要，留下来的东西吗？木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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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没有 ，no， 虾米龙膜吗？我没有留任何东西在这里吗？没有哎。没有哎、欸，有一张床啦，桌子。那这里面呢，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水呢？水也没有。好啦，先熄灯，看一下-3°C， 还在降。我想，为什么又补回来一点点啊？为什么没有再扣了呢？咦，那我先休息一下好了。我们先睡个3个小时，这个加8°，所以我猜3个小时左右应该就会补回来了。因为这样子5°C 应该是可以补回来，对，所以我们先睡个3个小时。睡觉消耗饥饿度的速度快吗？好像比较慢。然后现在外面是暴风雪吗？我刚才我需要煮点东西，哎，可是外面风这么大，先来拆这些椅子好了。我要控制我的血量，不能够让我的血量太低。那我们先把这个东西给拆了，希望我不会这么快就口渴。1块2块3块。我们要在对的时间，要在对的时间去外面。哦，好大声哦，吓死人了！我们要在对的时间去外面，就是生火，不然我们的火生不起来。这个要2个小时，可以拆8块木头。我们先喝个水好了，仅存的一点点水。然后我们已经度过了，我看一下哦，13减掉7是多少啊？算一下哦，4、6个小时，
对，我们已经度过了6个小时。如果用13来算的话，可是用12来算，我们用12来算好了，因为其实我刚刚有吃了东西之后才开始算。那我们用12来算的话，我们现在已经度过了5个小时。那再把这个给拆了好了，拆掉，呜、哦，超大力，呜呜呜，这家伙很生气哎、欸，我们的女主角超暴力。好啦，捡到了一些。外面的风怎么感觉越来越糟糕啦？然后温度是有提升一点啦。我们再睡个1个小时，看看好了。对，再睡个1个小时，哎，两个小时好了，再睡个2个小时看看。然后来说说我最近做了些什么事情。我最近开始在玩Skywars 一个 Minecraft 的系列。包本好像很喜欢我找各式各样不同的YouTuber 来到我的频道，然后玩一些有趣的东西，对吧？我也觉得很有趣哎、欸。外面的风好像停了，我们出去吧。不知道你想看到还有谁想跟我一起玩呢？我每次都问这个，可是是不是很少真的找到你们喜欢的 YouTuber 啊？我目前找了小白、巧克力，还有那个叫做谁啊？小白、巧克力，还有鬼鬼。下一个预计应该是找杠杠。听说杠杠很会玩呢、欸。对啊，下一个预计找杠杠。然后我可以放在上面生火。哎呦，我可以耶、欸！我要用很不可思议的生活方式，我要生在这里啊！哦耶！太好玩了吧！生活 ，Come on！ 放在上面生活哎、欸，好有趣啊！我下一个应该会找杠杠，那下一个预计是找悟星。你们有想要找谁吗？我知道有些人说找祥林，对不对？也是可以啊，也是可以。那我下个就找祥林好了。之前说要跟他拍影片，还没拍呢。帮我们都在说阿神影片呢，拿个火把。那我们我在干嘛？捡起来。火还有多久？久一点好了，反正捡了那么多。然后火把也多带几只。熄掉。现在温度16度，风量值现在是提高的。很好，趁现在火还没有熄掉的话，我们来煮水。需要煮个，我看一下哦，煮个4公升好了。我们最后剩下2天了，对不对？明天就是99集，最后一天是100集。帮我们说说看，我100集的时候要做些什么？就是过了那一天之后，一切都结束的时候，我要做什么东西？你们有任何的 idea 吗？我先用净水片好了。我怎么觉得？最近的 BGM 变得好恐怖啊！就是那个声音，是我的游戏声音开太大声吗？好像是，还是他的声音变立体了？我觉得他声音又变得有点立体了。哦，对啊，我最近都在玩 Skywars，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 mini game， 我也想尝试看看。所以如果帮我们有推荐哪些 mini game 可以给我的话，也可以跟我说，然后也可以跟我讲一下那个伺服器的 YouTube rank 怎么申请。我有写信过去了，可是他没有回复哎、欸。对啊，有些 Bob 说阿神你可以加入 YouTube Rank， 可是我有看上面的内容，然后我有写信过去，可是好像不知道怎么申请哎、欸。对啊，整天奈完全不知道怎么申请。那我再拿一只，拾取火把，熄掉，再拿一只，拾取火把，熄掉，还有多久啊？好久哦，还有3个小时，那我们就再煮更多水啊？为什么不呢？煮个5公升好了，这样时间应该过很快，而且这里也不会冷冷的。我只怕等一下突然有狼冒出来，哦，声音刚刚消失，让我有点紧张呢。狼好像也怕这些火，所以要是你在火旁边的话，狼也是不敢靠近的哦。它其实跟火把有相同的作用。那我们现在有很多水了。口干舌燥值现在有点低，所以我们喝一点水，让我们的身体健康。那时间也过了12个小时，再加上过了3个小时，已经过了15个小时了。饥饿30已经过了一半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过了30个小时，现在饥饿度大概扣不到一条，所以我猜应该是不会死掉吧。我们如果要活饥饿30的话，我们要到明天的9个小时结束是24嘛，然后再过6个小时，也就是到了明天的
就是明天睡起来之后过六个小时，我们就达到饥饿三十的目标了。然后今天，哇，好美哦！这是《The Long Dark》最后几集的美景了，大家看看，是不是很美啊？是不是可以当桌布啦？真的可以当桌布嘞！要是我的桌布是这种动态桌布的话，该有多棒啊！桌布可以变成动态桌布吗？我想问这个东西，有 Bob 是桌布达人吗？可以告诉我桌布可不可以变动态桌布？要是我的桌布是这样子的话，你说有多美？这根本就是一幅画了，超级漂亮的！哇哦，优秀，太优秀了！这款游戏刚那个角度刚刚好，有没有？一点都不奇怪。不过现在这样看起来就很奇怪，好像我在烧家一样。像不像我在烧家？欸，上面可以放吗？好奇。不行，它一定要跟我差不多平台高的地方才能够放。可以吗？欸，我可以放去对面，我可以放去天空上。欸，不行。Nope， 上面没有办法放，不然其实会很好笑，对不对？我可以上去吗？我可以上来。没有办法，它会有个角度。那个角度超过一定的值就没有办法了。嗨，没有办法，好啦，回家去，回家去。哇，今天要在这里过夜吗？好，今天在这里过夜好了。跑回去兔子岛，中间不知道还遇到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过夜，继续我们的饥饿三十这个系列，差不多快要完结了。明天是倒数第二集，后天呢就是最后一集。希望宝宝们会喜欢这个系列，还怀念吗？我这个系列结束之后会有两集的 bonus 的影片，所以宝宝们敬请期待喽。那这集 episode 差不多也都到这里了，很短对不对？我知道很短，因为最后几天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，我们只能不停的给自己 challenge， 像是不吃东西、不穿衣服。哇，这已经把我逼到极限了呢。剩下八个小时，一定会肚子饿的，也不能吃东西，所以我们就给他睡下去。咻咻咻咻咻咻咻，咻咻咻咻咻咻咻，咻咻咻咻咻咻。Alright， 这集 episode 差不多该到这了，希望宝宝们会喜欢这集 episode， 我肚子开始饿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在左下角，有喜欢的左上角订阅，学弟妹频道实时跟踪片动态。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